很熟，你是根本没有逻辑的，你有些不懂的。镜子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嘞，
让他的心里落落晕啊，于是他就决定把镜子收进土里面去，还是搬掉，收进去，免得胡思乱想，肯定是我胡思乱想。阿哲的妈妈在入住这间泰国酒店之后，心里就一直感觉不平安，而且觉得这间客房似乎有些肮脏的东西在搞搞展呢，心里很害怕，但是又不敢说出来，担心吓坏了大家，破坏了旅游的兴致。哎，刚才说要去蹦蹦的阿哲在厕所里面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哦，他到底在搞什么呀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不用紧，让我们现在就去偷看一下阿哲在厕所里面的情形。是蛇，Wednesday，是蜘蛛。
是差一再多一条绳。哎呀，时间多少 ？OK， 接下来最后是 free gift 来的，礼拜天吃。哎呦，放心，你吃了包你药到病除。本马斯纳，本博雷塞德。哎呀，金娘公啊，你真的很有料，很帅嘞呢。哎妈个！我们就回酒店了。哦，走了。好了，走。OK。怎么就？你在照顾你妹啊？就这里。走。爸爸